My name is Grace, and this is my mom. She sells Hokkien meat, and I hate that about her. Grace, what are you and your mom bringing for Christmas potluck? Hokkien meat, yeah. You sure you want to bring her? She can't even speak English.干嘛？下来吃饭啦！来着。快点啦，菜冷啦！我来着。哦，宝贝，那天我听到Jenny告诉我啊，她讲下个星期六有那个圣诞节的party，她有带了父母去耶，我也想去。啊，我给你看，我买了一件新衣啊。 看漂亮吗？我很喜欢这个颜色呢。美吗？他叫我草夫见面去。我想草夫见面，我的拿手不。我不想你去。你又不会打扮，你看你整身臭臭、肮肮脏脏，连英文都不会讲，去来干嘛？谁会理你？ 有你这种吗？真丢脸！你怎么了？你不必去，我会自己去。 我亲爱的宝贝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不是个完美的妈妈。自从我跟你爸爸离婚后，日子不好过。我唯一关心的是，确保你有正确的教育。妈妈的英文不好，但是我想我的宝贝读好书，有好的日子过，希望将来你在社会上有好的成就。 还有存了一点钱，不多，但我希望会足够你买美丽的裙子和化妆品。我的心肝宝贝，你是我的命根，妈妈爱你，圣诞节快乐。 You are so pretty. Thank you.